有冇搞错啊？阿珍，我终于找到了。对不起，你知唔知好多人揾紧你啊？你阿妈揾紧你，你阿爸揾紧你，连精神科嘅陈医生都揾紧你啊！乖啦，翻去食药啦，冇事啊。能够成为男主角，就有意想不到的结局。6月11号，型男家族多伦多选拔赛，期待男主角的诞生。